JZ School 新成员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个 school 的明星老师张大明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。这次呢，我会问几个问题，但是他会用音乐来回答。首先，我想问的是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您从哪里来？你喜欢吃什么中国菜？为什么呢？你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他？你生气的时候会是什么样？One, two, three, four.